就不知道爱护农民的利益呢？看，还不赶快出来！你的狗皮膏药，别在我跟前卖！你不服从命令，明天我枪毙了你！我的大队长不干了。有本事你先过来干嘛？天天老过一般黑，灰灰到哪儿也不是人。你说姓郭的眼里有你还是有我？整天和卖膏药的一样，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，人们是我们的爹娘，这不是明摆着骂人吗？这怎么当了兵就该比谁小一辈啊？我白手人拉起队伍有我白手人的打算，我拉起队伍不是为了让别人来做官，整天骑在我的头上。先忍着点，走着瞧嘛。你能忍，我不能忍，我不能在人家眼皮子底下吃饭。我认为我们都是把朋友往头上顶，可是有人想把我们回回往脚底下踩，恐怕这也不对吧。是谁？是谁？是谁谁知道，这还用问？这么说是我？不是你是我。你当我白手人还是小孩啊？成天跟我小鞋穿，错了，你去打听打听，姓白的也是有名有姓的，不是卖豆腐的一拉一块。你太放肆，你破坏了群龙纪律，又不服从命令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好啊，你看不行就另请高明。政委，这样干队友可不好带，放纵下去更难带。你说怎么好带？加强政治工作，要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。我们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。你去问问，打日本我韩国没有，参加八路军是我连排锻炼的。这都好，可是军队要是不懂得爱护人民的利益，就会不打自夸。政委，我回去了。怎么样，想通了没有啊？反正耍军阀主义打人我想不通。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，白大队长打人不对，可也不能碰到了一点困难就要求调动工作呀。你回去好好想一想，我再找他谈谈。是。是啊，我这个人呢，就是嘴不好，说话不饶人。唉，实在对不起政委啊，以后还得请政委多包涵点啊。其
其实我昨天也不太冷静，拍桌子也不对。不过主要的是我们干部应该爱护战士，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。你想想看，我们是八路军，是人民的子弟兵，怎么能够随便打人和破坏群众纪律呢？再说目前敌我装备又这么悬殊，我们要是没有很好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，不用说在平原上作战，恐怕连脚也站不住。是是是，这个我懂，这个我懂啊。哎，哦，政委还有啥事吧？好吧，以后有问题我们再谈吧。啊，郭团长才见，因您见义勇为，使弟在张庄免于一败。听说战斗中您身负重伤，令弟甚为不安，本当前往面谢，但苦于不知地点，故望速次回音，以便前往，略表寸心。弟马本斋。两个人隔了几步路，可是通风信就得半年多，真有意思啊。政委，你告诉给司令员吧，跟他说了你的工作就好做多了。